与成庆女儿首曝光，哈林百般呵护，一家三口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大家好，我是 iFunny 趣味新闻小编 Karen，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56岁与成庆一家三口近照曝光，女儿首度露面，但照片里却看出了前妻的委屈遭遇的事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56岁的庾澄庆，哈林变了。自从他2年前与女主播张嘉欣再婚，然后去年生下女儿哈密瓜之后，他就彻底变了。当年那个让前妻伊能静一个人承受了许多孤独的大男人，现在成了顾家好男人，不再沉迷工作，也不再隐藏自己的私生活。3月23日下午，他被媒体目击与太太一起推婴儿车外出。媒体形容哈林的招牌奇葩脸，指他神情严肃，消失了。完全被女儿的甜笑融化。而且哈林对太太张嘉欣也十分体贴，他不但全程负责推婴儿车，还不让太太操劳，开车出门的时候张嘉欣只要抱住女儿上车就好，其余的事都由哈林搞定。哈林先将车子驶出，然后再下车折叠婴儿车放到车厢里面，十足的暖男。此前哈林接受访问的时候曾透露自己与太太轮流照顾孩子，帮女儿换尿布、洗澡、喂奶都是日常，平时也值大夜，半夜起床看顾女儿。近日哈林出席戒烟活动时表示，以前不会每天洗衣服，等到臭了才一起洗，但现在有了小朋友会勤洗衣服，一回家换了衣服才会抱女儿，从小细节可以看出他对女儿的呵护。其实自从认识现任太太张嘉欣之后，哈林就开始改变，朋友都惊讶表示他变了。首先哈林没有像以前与伊能静那样隐婚，从公证结婚到生孩子他都主动发声明告知媒体，承担起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。其次他并没有为了工作而忽略家庭，减产陪伴太太与孩子。以前媒体想要拍到他与伊能静一起出外用餐，难于上青天，现在他却常常陪在太太身边。孩子出生不久，媒体拍到了哈林独自出门的照片，他没管多久就直接回家。那时经纪人表示哈林选择回归家庭，工作量减半，也推掉不少商演，主要任务就是陪伴家人。去年七月，媒体张嘉欣产后首次露面，已经42岁的哈太太，她的状态非常好，穿着宽松的白色上衣，一点都不显胖，脸上也没有水肿，就是幸福太太应有的样子。当时，两夫妻暂时放下带女儿的重担，在餐厅相互给对方夹菜，享受不被打扰的甜蜜二人世界。这样温馨的一幕从来没有发生在哈林前妻伊能静身上。当初伊能静与哈林离婚之后接受 TVB 智云饭局的专访，她曾谈及婚前与哈林的秘密恋爱，两人相恋10多年竟然才看了3次电影。而且
两人从来没有试过手牵手走在路上，更不要说像哈林跟现任太太一样在餐厅享受二人世界了。看完后是不是觉得 Karen 小编在 iFunny 趣味新闻分享的风娱乐文章很好呢？想看更多好文或是喜欢 iFunny 趣味新闻的文章的话，可以按赞追踪娱乐影剧并分享这篇56岁与重庆一家三口近照曝光。女儿首度露面，但照片里却看出了前妻的委屈遭遇。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。